是你啊，好久不见啊，你想我了吗？嗨，我看见你了啊，你变得越来越漂亮了，有没有什么想跟我说的？赶紧的啊，我没时间了。最近天气特别特别的冷，一定要多穿点衣服出门。如果冻着你的话，我一定会很伤心的。照顾好自己，千万别感冒啊。行了，我知道了，你每次都那么说。我现在还有事儿，我先去忙了。如果想我的话，记得来 APP 来找我，听见没有？拜拜。